四号房的日常也是丰富多彩。怎么会是这样？装作歌手的下场，门票从麻雀一张。完不完美啦？有爱的四号房更是大家串门首选。一出演。真的很想，哎，我也想写一个，你看我写一个吧。底线下面的私生活，私生活，对。可以，你们每个人的签名都在我上面的。你这吉他现在很贵啊，这个吉他。他房间永远都是人最多的，吃饭吧，还是聊天唱歌，全在房间。我睡觉那个床就叫做餐床，对，就在床上。然后盲目那个床就叫客床。你说我今天穿的衫像是刘德华，我这件皮衣真的非常贵，我非常高雅，我的名字叫赵天宇。上人如此喜爱的一家三口，互帮内容也是十分精彩。你看他长得这个样子，就是现在很害羞，实际上完全不是。